小人国，我也觉得好便宜哦。小人国主题乐园，台湾小人国主题乐园，哇，它也是165起耶，怎么都那么便宜啊，好奇怪哦。Skip。海源游玩小人国与迷你世界，哇，好多你们呢，你们好可爱呀、啊！导览，导览地图。嗯，好像是不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？迷你中国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这个 Zen 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奇怪哦。